我想知道 cock， 而且是假 cock。假 cock 到底是啥小？不要再讲了，根本一点不好笑。你一直讲，一直讲，我觉得……啊，你干嘛笑？你干嘛笑？我问你。没有，我只觉得很无言，废到笑。无言啊！哈哈，好好笑、哦。好了，吃我的 cock。小心有 cock。不要再讲。啊，忘记让打。没事的。cock。不是啊，你刚不是说在皇梯底下？阿汤怎么瞬移到上面来？干、啊，你是谎报哎！不要你的 cock。他、啊、都在皇梯啊。没事的 ，cock 就是公鸡啊。cock 到底是什么啊 ？cock 不是公鸡好不好？对啊，对你妈、啊！我还记得、哦，我不知道是谁哦，把那个 kitchen 然后讲成 chicken。谁啊？那谁啊？他说：“哎、欸，点在那个 chicken chicken chicken。”哦，还好 Virgil 的那个冲雷没有弄掉，要不然我真的觉得 Virgil 快没救了。有电车，有电车，打掉一台。有电车，打掉一台。Park。好了，够了。讲一次就不要讲第二次。有电车，打掉一台。不要吵啦。明明没有什么好笑的，干我就一直笑，真的是。欸、我这里有阿玛鲁，阿玛鲁。干被卡克杀了。他们又不是拿卡，他是拿圈象。圈象。快快快！那里。快！卡克，干你被卡克。不要再讲了啦，吵死了。为什么到声音开机那么快、啊？别再叨了，靠！哎、欸，到底为什么他开机那么快？不是，跟我讲一下。就你被我卡壳、哦，应该是你掉机我才卡住。哦，掉下去！掉下去！我就哎、欸，啊！掉机，有没有掉机？味方オペレーターはあと一人だ。啊，我就说了吧，靠！哦，靠背！我跟你说，我他妈，我在腰头有点，我跟你说，我有点小不舒服，然后我不想听到抱怨的声音，然后你他妈很睡觉啦，在那边玩。妈，我就现在睡，我很早就起来了没？早睡早起有什么不好啦？早起的鸟有吃，有可以吃 cock。早起的鸟儿有 cock 吃，这样太过了。太过了。但是呢，干我真的会被你们他妈的会被你们闹要疯掉，靠我！你想要我的 cock 吗？没有，我不想要，你去死吧你！哎，对你，哎，对各位知道吗？干嘛啦？我好不容易挑两个，你是啊六杠。啊！不要讲干话、啊，用干的。他看车，他看车。敌部隊が爆弾を発見。守れ。不要弄。啊，就 cock。我是不是说过了啦？就跟你说不要。啊，就 cock。有一把更大的散弹枪来喽 ！My God， 你觉得那把散弹枪比较大，还是你那把？他才是。我的 cock， 不要再讲 cock， 我一定会被黄标，这部一定会被黄标。不要怒了，白痴啊！我们的 cock， 我们应该讲过超过100次的 cock 吧？干！楼上楼梯来了，是 cock 吧你？楼上还有人哦。啊 ，my god， 交给你家。哎、欸，楼梯来了，妈！哎、欸、哎、欸，楼梯有人，楼梯，干什么？我被包夹，后面那个前面那个，哎、欸，红狗，你左边楼梯有人，走，还有一只，那里有两只，独生跟那个，楼梯，不好吗？哪个楼梯啦？讲清楚，右边，对。然后你家那个另外一边楼梯，明明就是另一边的楼梯，那里有两只嘛，可能跑走了吧？
被谁打死啊？被你妈打死了，你妈的 cock。我妈没 cock。不要吵啊！你是我 cock。我妈只有 pussy。我妈有，我妈有那个。哎、欸，在你左边，左边，左边楼梯，楼梯，左边楼梯，楼梯，楼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左边一点，在左边一点，哎、欸，在左边，在左边。干！看，你看起来就是小儿麻痹。干，你真的是，你可以去死了啦！一二三，一二三，木头人。看起来是小儿麻痹。吓到了。看起来是小儿麻痹。是什么鬼？陈伟去上去帮他们，点都那个。对对对，趴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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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趴着死掉了。在外面，在外面，在外面。我用生命来捍卫。快快掉！对，他进来了，他进来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陈伟俊，你真的完蛋了！一大堆人都知道你女鬼是这样玩的。敌人都在上面，你直接去跑到没有人的地方。我终于，你已经刷新我对打野的定义了。哇！所以你可以去死了。哎、欸，女鬼打野是这样打的，就是打空气。cock。打野打一打，可以跑到地下室，再跑到一楼，再跑到二楼，那所有的敌人都在三楼。我操！有那个蛋蛋发育。啊Hello， 为什么我可以打到他？哦，老麦差卡。我自己在讲，我怎么没有？我跟你讲，如果我不讲，我就有点浪费，都你们在讲。我打电话喽。啊，所以OK， 好。哎，好点一只。闭嘴啦，卡。插电。为什么？靠 ATS 为什么刚刚没被侦测到现在就有了把我明白压走了人被他想只是永远我都发哎、欸、靠有吓死了里面吧我帮你丢在右边哎、欸我来。OK。啊，对不起，因为我不打我就死了。不要吵了 ，Cock 混蛋。好了。哎、欸，不对啊，你打那么多枪怎么还没死？这真的很难笑。是好了，该停了，这个话题该停了。在 Cock 那个 Pussy 看到 Cock 就跑，你知道吗？Hello， 影片结束咯。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在右下角点个订阅或是喜欢。好的，各位，我是王狗，我们下次再见，拜拜。